晚上8:55，离闭馆还有5分钟，被亲切地称为小橘子的书展志愿者们列队来到了大门口恭送读者离馆。晚上9点，以书结缘的夫妻幸运地成为2013上海书展的最后读者，并获得了书展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和明年书展的入场券。应该是我们平时现在都是快速消费的时代嘛，平时的话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很多次，刷微信啊，刷微博啊，反而书的话大家很少会静下心来去读去看，所以说难得有一次书展，我觉得这个约会场所也比较好，比较特别，要珍惜。记者王琦报道。